您这是画画呢？我得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做点事啊。您不是已经做了很多很多了吗？还要做。做什么呀？设计国徽。小白脸，你个老娘们儿！原来你也不懂这事情啊！哎，你可是共产党哎，你是应该知道的。我这就弄懂他，你等着。哎，多有意思啊！你说那太师师傅他咋不到呢？哎，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干你活吧。带我去厂部。哎，老舅，
啥叫个国徽？国徽，那就是国家的象征呗。啥能象征国家？黄河、长江。中国。China。中国。三山五岳。工农兵学商。哦。懂了吧？不明白了没有？反正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！你们慢慢领会吧。不是，你讲了半天，还是没给大家讲明白嘛？嗯，到底什么是中国的象征啊？就你笨。不是，哎，秀才，你给大家说说。我也说不好，让你说一说。让你说你就说。中国的象征吧，就是挺大的。那个政权的象征，哎呀。政权象征就是印把子，师傅刚才不说了吗？啊，那我们现在翻身了，咱们工人当家入住了。师兄，说得好。是的，哎，谁能再给大伙说说，啥叫政权的象征？不知道。啊，那个政权的象征就是我们吧？是我们。我们。说得对，我们今天的政权。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。哎，是我们！哎呀，厉害厉害！磊磊有沙发。喝水自己倒。什么都瞒不住你，腮帮子上都长一眼珠子。说吧，又找我批什么来了？这个。新书，嗯，铸造国徽，咱有这个条件呀，保证铸出最好、最结实的国徽。你表个态呀！人民当家做主了，要为自己的国家铸造国徽，这是当仁不让的职责。我要把这份决心书亲手交给周副主席。啊，啊，给你，谢谢，不客气。整萝卜抠着啥呢？这，你要猪油戳啊？不懂了吧？这是印把子，我要做国徽。哎呀妈，你拉倒吧！你那玩意儿也叫国徽？咱这才是国徽呢，多带劲！我看，这不火车吗？回去看看啥呀？行，我看看。你给我！这整坏了！哎，给我！丰富你这也不是国徽，我这才是呢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就是。
你看，我选的是玉璧的形式，把文字放上面，金星麦穗，这也是汉镜的模式。对，其他药。好。 先生，好，这是你们要的方纸。哎，好的。哦，穆先生，哎，您给看看，那这儿还有这儿。这两边的比例一定要准确，再仔细核对一下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穆先生好，你好。先生，该吃药了。 老赵，好，老赵，来给，嗯，好。马老，马老，嗯，您看，朱总司令呢？长江，嗯，黄河，松花江。 交上去的时候，一定跟他们说清楚，我们这个设计的用意。我们是以玉璧为图案的主体，以国名、五星、齿轮、嘉禾为主要题材，以洪寿穿圆的节衬托。去老啊！啊，老总的进行性这么高，好事啊！我看呐，可以把所有的来稿啊都挂起来，把名字呢盖住，让大家来评价呀。我看好啊！啊，好。 那就这么办吧。啊，巴老，啊，你看看这个，这个是张丁同志的设计，啊，听说这里面啊还有钟灵同志的想法，啊，与政协会徽的设计方案有异曲同工的地方。嗯，都挂起来。好。 进去。来来来来，哎，你别。
怎么样？小气，小火穿的挺好。不错呀，漂亮。哎，秀才，你这手真巧，跟我妈似的。坐啥像啥哈。哎，这小汽车蛮漂亮的嘛。记住，这是火车。火车也蛮像的嘛。哎，这上面再加两条火车道。对对对，再冒一道烟儿。哎，那就更像了。对对，太漂亮了。你坐这个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家呢？你是不是想开这个火车回家呀？你是不是要把这送给谁呀？哎，走走走，坐国徽呢？这是国徽，国徽啊！好啊，周副主席好，巨劳啊！你好啊，辛苦了。好啊，周副主席好，彦兵你好，周副主席。熟悉的共和国形象，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，是人民意志的体现。它凝结着设计者和铸造者的心血，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，对新中国的一往情深。河水伴我成长，一幅画定格一个民族的模样，是我骄傲。